小游戏扭蛋城市，不停地点扭蛋机会不停地出小人，这些小人会不停地赚钱，然后用这些钱来不停地升级扭蛋机，就能抽到更强的赚钱小人，这些小人再不停地赚钱去升级城市，最后建设一座庞大的扭蛋城市。哎呦，貌似有点伤手哎。